场的参赛队伍是庄敬高职。庄敬高职今天不但参加了爱国歌曲竞赛，更少不了一队的表演，是我们去年获得一致好评的冠军队伍哦。他们整齐的队伍、华丽的枪法，都来自于最基础的体能训练，展现队形、音乐及枪法三位一体的团队特色，是庄敬高职每次演出的最大亮点。面对其他强劲的对手，相信他们今天的演出会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。现在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欢迎庄敬高职。起步走，新北市司令庄敬高职一队指挥官陈全佑报告，表演人数32人，报告完毕。
非常谢谢庄敬高职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，而接下来的这支队伍则要用高难度的绝技来一决胜负，那就是光华高工。光华高工一队自60年创立迄今，深获各界的好评，成员遴选学士与品学兼优的学生。